对了啊，明天的行程跟大家报备一下，明天的气温也跟大家报备一下，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最低14度，最高25度。今天是最高20，今天天气预报站报最高22度，好像不止啊。天气预报反正报的不是很准，反正就是跟今天差不多就对了嘛，啊，对不对？对，如果下雨的话呢，天可能会凉一点。它天气预报上报今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可是也没下雨，所以我也不敢确定。反正这两天气温都差不多，各位贵宾呢，各位贵宾呢，跟我们师傅出来呢，一定是吉星高照就对了，没错。因为我们江南这个地方一年365天经常下雨，我不讲了。讲到到时候万一又下雨又说我放心对对哈，所以我们大家出来呢，吉星高照，好不好？这个天气都永远是那么好，就 OK 了啊。不多讲了，大家休息休息，车子很快，往前开开。好，我们要住个旅馆啊。我们要准备就寝啊，现在进到这个旅馆的中庭，没关系了，分房还有一点时间，准备要分配房间。开始了，哎，夜上海，夜上海，一四的午夜城，花灯起，歌声响，歌声声起。太小了，太便宜了。这个是有这个收容的，100块，我到那里跟老板娘一乐，这个70的也变100了，100多的也变100了，这个206的也变100了，通通6件100。这个280的也变100了，这也变100了。你看老板是不是少讲一个零呐？忘了。不是，那个老板说我很可爱，说我很好，很爽快，就爽快掉了。爽快掉了。你看，他这个是双料的耶，你看看中国人真是好辛苦赚这个钱。遇到前世的恩人了。哎，这给月亮。这是双层的哦。这双层的耶。双层的哦。而且他这个是绣的龙哎，这上辈子不管有没有龙啊，这辈子真有龙啊。有龙啊，有龙有龙，有龙啊。龙袍加身，龙袍加身。好过瘾吗？过瘾的，来，我今天就是给你们讲，你看再拿来，你看那个100块，拿起来穿，你看一百块。来，这就有价值，这多少钱？哇，两千。
2000台币，400块人民币。哎，对对，本来是2000台币，我们讲成400块人民币。400块，全部总共400块，400块，全部400块。好了，真的真的佛爷出来了啊！这才是真的佛爷啊！菩萨来，刚刚在发佛光了。哎呀，菩萨，你年轻比我们还美哦！真的。哎呀，给我们发佛光，让我们都青春美丽。那我们给菩萨磕头，感谢菩萨，这么美。菩萨，我们是好美哦！哎呀，这个没有钱也能够享受到最好的快乐。哎呀，好开心啊！菩萨，你都帮我们选衣服哎。我发现每次去买东西都是您在选呢，然后天灵灵地灵灵就便宜了。哇，真的是好漂亮啊！你自己买都不舍得做这么美，真的真的。你看看菩萨选了，你就马上就买，你看多漂亮！你看菩萨，您这您修行的路上还没有这么美哈、哦。那个时候时代不同，你看穿这么美，结婚都没这么美，真的那个时代还没这么美的衣服。看，好漂亮，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哎呀，你好漂亮，菩萨，风度气质都好，你看好漂亮啊！漂亮，哎呀，我最美，你最美，对，我最美，哦，我最美，我们都把自己当做最美，懂吗？都是最美的，哎，懂，看懂，嗯，好美。辛苦了，是菩萨，菩萨这一路辛苦，真的保护我们。嗯、你看看，嗯，哎，菩萨，嗯，向您叩见。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菩萨，您辛苦。等一下晚上还要大行普渡嘞，今天是在杭州，明天要游西湖，多少啊，在等待呀、啊？您就安排吧，哈。谢谢，太辛苦了，菩萨。谢谢。嗯、今天我们去那个灵山那个地方、啊。大佛。大佛怎么样？还有需要寒山寺还要怎么样吗？需要吗？那个救起来了吧？那一些很多苦难的都救起来了吧？啊，救起来八成，救起来八成。有些在山的后面来不及的，是不是？哦，其他的就靠这八成去牵引。他说，其他的就靠这八成的救起来了，再去牵引，再去度化了。谢谢，谢谢菩萨，谢谢，还真神呢，你看。哪里是菩萨？您功德，早知道您要出来把战士什么都给你往身上带啊！来来来，先带这个玉念珠吧，我这个也是石头的。哎呀，来，珍珠都往您身上带。看不到。哎呀，带。是台湾的玉呀、啊，人家说我是石头啊，我管他什么的，我怀念我台湾呢、啊。哎呦。你帮我带啊，他说什么？您带就好了。您带漂亮、嗯、你看好白呀，衬得好白呀，真的好。嗯，
你又给我加持了，有没有东西他来帮我带，又加持了。真的漂亮哎，你看，当一个菩萨，您带一带才行。那当一个菩萨，真的。带一带，拿不下来就是我的。哎，对，这就是你的，好有趣啊！你看，再带一带，带一带，带一带，哎，对，带一带。带来多加持，都不可以给别人的。对。哎，我们有那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最最的有哈，收起来了哈。戴链子、珠子、项链、项链。项链，戴一戴。哎呀，真美呀、啊！你看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快快！哎，这个就是刚刚戴的那一个，是不是？对还真大呀，看起来。怎么给菩萨一戴就大，我们一戴就小啊？菩萨的力量就是不一样。哎，真的好好美，好美呀、啊！是你。哎，你看那个菩萨都是身上都戴的很漂亮，你看看好美呀、啊！对，啊，再戴了，戴了，再戴了，戴戴戴戴戴，哎呀，这下子可饱了，宝带哎，还宝带，这要赚很多，赚很多啊！我们的钱是在众生身上，我们只要做慈善就好了。您给我们安排做慈善。去把我们的心愿完成，我们没有力量，您可以完成，完得成了。哎，装这些八宝，您就带这个去收吧。好，我带这个去收。对呀、啊，这妖怪也刷，这真是好红的，你看真对。对，我收。以柔克刚。以柔克刚。对。你看，真的菩萨都在印护法，都在印。哎呦，他戴起来真漂亮。这个珠子他戴起来特别大，还是刚刚那个珠吗？还是你的珠子？一样的。哎呦，没错的。哎呦，菩萨戴起东西来就是漂亮。哇，您真会说话。我们买的时候是小的，怎么戴在你身上就变大了？因为你的心量特别的大。哇。真漂亮啊，好高雅呀、嗯、心中有佛就能像佛一样。哎，这身臭皮囊只是给众生看的。对呀、啊、就是的，就是要给人家看得高兴，我们才能跟人家结缘。哎，欢喜心。普陀山一切大利好，您放心吧。普陀山一切大利好，你放心吧。哦，是普陀山了不起。嗯，雷教官。自己去做。
都比你自己拉拔上来拖拉还要有用啊。谢菩萨，请好好去做，有你的一片天地的。谢菩萨。他过来，把这个给他打漂亮。对，来，艺术把它折漂亮。开开看能不能再开亮一点啊？没有了，最亮了，最亮了。有一个真的开了，来来来，转过来。艰难挫折，有什么事大家讲啊，讲给大家听，大家就会帮你想出办法来了啊。等淑珍新居落成的时候，让她穿啊！好，漂亮啊！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好贵的菩萨，对，又含韵，美。一段时间这只腿还真是不错，我临来的时候我先生带着我去打一针，就是准备做这次爬山啊状况的时候用，那天呢、啊、真是受不了这只腿、还好菩萨保佑，还让我这几天再继续跑，所以你们以后受伤的时候要看好，不要留下顾忌，这就是留下了顾忌，让大家菩萨那么费心力来照顾我，点的时候去向圆通宝堂拿，好，我要穿这一件，我要穿哪一件？
好，就这样子，切哈。这个衣服不洗的哟，就给你们穿的哟，因为一洗这个绒会不漂亮啊，好亮丽哦，这个很美的。嗯，好，嗯。干洗干洗干洗，那条龙就不会弄皱了。干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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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洗可以。没关系，还是尽量保湿的。秀的，好热，已经全湿。看看你们全湿了，很热了。亮亮亮亮亮亮亮干亮亮亮。好，到里面到里面到里面，赶快。好，今天是我们来出航的第四天，早上6:50，我们现在马上就离开了，这是昨天的套房。这是从16楼往下看，这是杭州的城市。我们早上就要去西湖了，游西湖了。慧蓉，来打个招呼，慧蓉，嘿嘿。好，这是卫浴。好，这是我们昨天住的浙江新宇城市酒店，我们住在16楼。在16楼，好，这是它四周的街景。好，这是我们这一部车，我们准备要出发了，到西湖。准备哦，还是要欢唱的出发，请大家把歌词准备好。哎，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那种。我们第一首啊，我们先唱《国恩家庆》，第二首是《西湖春》啊，然后我们要到西湖喽。啊，好，我们准备。
千流汗，大家才有今朝。一岁之愿，一岁之愿，祈愿祈愿祈愿祈祝我的山叫我唐宝。就多一位团员啊，是美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来鼓励鼓励他，哎，欢迎他，哎，谢谢谢谢，好，我们交给把这个麦克风交给地陪啊，谢谢。好，很高兴在杭州认识各位来自宝岛的朋友，哎，首先呢，我来做这一介绍啊。
啊，我姓黄，炎黄子孙的黄啊，大家可以叫我小黄，因为我觉得叫小黄比较亲切，是不是？是。在台湾多吗？多啊，满街跑。小黄来，来，谁叫谁到，是不是？啊，希望大家也一样啊，小黄也很亲切，希望我在杭州能够跟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杭州之行，好吗？好。哎，刚才的，刚才碰到大家美，听到美丽的歌声啊，这是我以前带团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而且是一首西湖美，很不错。刚才等一下我们驱车过去，大概三分钟，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西湖了。啊，嗯，昨天大家到杭州用了一餐晚餐，然后看了一场秀，给杭州第一印象怎么样？好，非常好，非常好，轻松。那有没有发现昨天人也很多？对，很多啊，路上又很塞车，对不对？啊，昨天是周末嘛，礼拜五，所以说今天、明天都是双休的，所以说昨天晚上特别多，西湖边人也多，用餐的人也多，路上的车子也多。啊，那么像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公休嘛，啊，所以说一路过来啊，非常畅通，对不对？非常畅通啊。好，所以说我想昨天给大家留的印象就是杭州人很多。昨天也有贵宾问我杭州有多少人，我跟他说600万。啊，600万，而且这几年还在涨，这600万还是去年的数字，因为杭州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空气好，环境好，风景好，啊，所以说这几年很多人向往在杭州居住下来，啊，那么杭州呢，大家知不知道是中国的七大古都？啊，七大古都之一，有两个朝在杭州啊建都，一个是吴代吴越国，距今1000多年；一个呢是南宋啊，南宋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距今啊也有900年的历史啊？所以说杭州呢，除了是旅游城市以外呢，它还是个啊七大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啊。反正我们现在过去呢，首先第一站呢就去看西湖，是不是大家？没有来杭州之前，肯定都知道杭州有个美丽的西湖，啊，那西湖呢是大自然赋予杭州最好的、最大的一份礼物，啊，如果整个杭州没有西湖的话呢，好比人没有了眉目一样，啊，眉目一样。所以说杭州为什么这么著名，就是因为有了西湖，啊，有了西湖。那么大家以前有没有来过杭州？没有，还没有，是的啊，那很好，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泛舟。坐船呢，在西湖上面看看西湖的整个环境啊，非常的迷人。那么在我们说了杭州以外呢，我们再说说天气啊。那今天的天气也很棒啊，是多云的天气，15到25度，也是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温度啊。那么在杭州呢，啊，在杭州游玩啊，最好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在春天啊，是3月下旬、4月、5月都是很棒的天气啊。另外一个呢，啊，就是现在10月份，金秋10月时候啊，杭州这两个季节是旅游的啊最佳季节啊。那么杭州的冬天呢，天气也很冷啊，很冷，会达到0下5度，会下雪啊，会下雪。当然了，杭州西湖的雪景也非常棒啊。现在我们右手边看到的是浙江人民大会堂啊，因为杭州呢是浙江的省府所在地，这就是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后面有浙江省人民政府所在啊，政府大楼就在这个后面。这条路呢也叫做省府路啊，省府路。其实你们那个院。好，那么我们回过来再说说西湖啊。那么西湖以前没有这个湖啊，它以前呢是钱塘江的一个浅水湾啊，后来因为钱塘江的泥沙很多，然后呢把浅水湾跟钱塘江分割开了，然后呢就围成了一个湖啊，一个淡水湖啊。那么地质学上呢把这种构造呢叫做泻湖啊，泻湖。那么西湖呢是大自然赋予的，然后呢啊经历了各朝各代辛勤劳动人民的耕耘以后，才有现在美丽的西湖啊。那么西湖啊，大家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西湖
很小也不大啊。如果大家去过无锡的话啊，那么看到无锡的太湖以后，再看看杭州的西湖，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啊，小巫见大巫，真的很小，才6.5平方公里啊，6.5平方公里。但是呢，啊，在6.5平方公里的水域以外，然后有60平方公里的绿化带，啊，在60平方公里的绿化带里面，分布的景点就有40多个。啊，然后历史古迹呢有80多处，可以说整个西湖啊就是风景的一个代言词啊。而且在杭州旅游有这点好，就是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非常距离非常近啊，有的甚至你就走几步路，走5分钟路就到了另外一个景点啊。而且我们在周围的绿色公园里面很多都是免费向游客开放啊，所以说平时市民也经常过去啊，双休日的时候带着家里人啊，去逛逛啊，去郊游一下啊。所以我们杭州人呢还是蛮休闲的啊，一般双休日都会出去，因为西湖离市区太近了啊。西湖就是在杭州市中心的西面，所以叫做西湖啊。啊，等一下呢，我们游西湖呢要坐船啊，要坐船啊，我们上码头坐船，然后在船上面大概有40分钟时间啊，可以游览整个西湖啊。现在呢，我们等一下车子前方呢要一个右转弯啊，右转弯进去以后呢就进入西湖风景区啊，西湖风景区是国家4A景区。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西湖呢经历了啊各朝各代的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才有了现在美丽的西湖。那么历史上啊比较重要的几次呢，比方说唐朝的时候啊，唐朝大诗人有个白居易啊，白居易啊，还有北宋时期啊苏东坡哦，苏东坡大家一定听说过啊，东坡肉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道菜叫东坡肉啊。包括还有明朝清朝时候啊，每年包括现在每年政府都要投啊在进行整治啊。包括2000年我们西湖南线以前北冷啊，北热南冷，现在呢南线全部开通也非常漂亮啊。包括啊2000年重新盖了一座塔，大家知道是什么塔吗？雷峰塔。对，雷峰塔也在2000年重新盖起来啊。我知道台湾贵宾一过来，很多都会问起，哎，你们杭州有座雷峰塔，对不对啊？现在等一下我们坐船的时候可以看到那座新雷峰塔啊，是2000年重建，2002年建成了一座新雷峰塔。等一下过去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座桥啊，这座桥也非常有名，等一下我们过去就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逛到西湖，不到还有一个叫瘦西湖嘛？瘦西湖在扬州，扬州。还有一个盼西湖，知不知道？知道。我是没带的啊。懂了，赚到了，错了，赚到了，他妈的错了，就是错。大家可以看到我一路过来看到车子还是很多啊。那么杭州人出行的方式有很多啊，有坐公车，一般坐公车比较多啊，还有像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电动车啊，然后呢私家车的数量也很大啊。我们杭州每天的私家车车辆以100辆的速度在增长啊。那么啊，每年政府都要大量啊，大量工作去整治交通啊。马路呢越建越宽，但是呢这个交通呢，可以说大陆很多中大城市都一样，交通还是比较堵塞的。所以说呢，在2010年杭州将建成地铁啊，这样可以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情况。好，大家现在呢可以把目光移向我们的左边啊，啊，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一汪湖水啊，这就是西湖啊，漂亮。西湖呢通过中间的人工场地以后呢，把西湖分成了5块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块呢是整个最大的一块外湖
啊，外湖啊，外湖只是一块外湖啊。等一下我们坐船也是在外湖，因为所有船那个湖上的景点都在外湖上面啊。大家看到这个水还是很平静的，对不对？啊，它有时候会不平静吗？不会，我记得是上个，也是上个周末，上个周末有那个台风罗莎嘛，啊，罗莎，台湾过来，然后呢，反正连续降雨，然后呢，我们这个船是停开了，但那个水还是没有满出来，因为这个西湖的水呢，它是活水，啊，它是活水，它出水口就是刚才我们拐弯这个地方，它是流向那个京杭大运河，啊，我们。大陆不是有条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的嘛？啊，那么这个水是流向那个大运河，所以说呢，这个水是活水，33天可以把整个西湖的水全部换一遍，啊，所以说这个水是不会满出来的。有浪那是很正常的，有浪没有办法停开船，所以但今天你放心啊，今天天气很好，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西湖呢。它地理环境非常的特殊，它是在城市的西面，它的东面是城市，南北啊东全部都是山啊。大家可以看到，右左边车窗有座桥，大家回头看一下，哎，这座桥，哎，这座桥是杭州最著名的一座桥了，啊，就是断桥哦，啊，断桥，看到断桥想到谁呢？想到两个人是不是？No, 那是长桥。断桥是许仙和白娘子哦，对，那个赵雅芝和叶童 他们那个就在这里拍的啊。那么白娘子和许仙借伞定情就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断桥看上去很普通，但是是最有名的啊。那然后看到这个桥过来，有没有看到一条长堤啊？啊，这条长堤，我们土字旁一个寺。啊，读题对不对？那么我们喜欢的把那个河和湖中间的一条路呢，叫做堤，读堤啊，读堤。我们这条叫白堤，白色的白啊，也叫白公堤啊。那为了纪念谁呢？是为了纪念唐朝啊，唐朝诗人白居易啊，因为他在杭州做过官啊，然后呢，把西湖里的淤泥啊挖出来以后做了这条长堤啊，所以他名字命名叫做。白公堤也叫白堤，啊，白堤全长1公里，啊，全长1公里，对，贯穿，可以说局部贯穿，啊，等一下我们坐船的码头这条堤呢是横穿，南北横穿，啊，那么在整个苏那个西湖上面有3座这种类似于这样的长堤，啊，那么小黄个人认为呢这条堤是最漂亮的，啊，你看它非常平静的躺在。啊，横亘在湖上面啊，然后边上还有那座桥呢，是它的姐妹桥，叫锦带桥，好像一个锦带飘在湖面上一样，啊，锦带桥。啊，我们现在是在西湖的北面，啊，西湖北面。等一下我们要上船的那个长堤呢，叫做苏堤。啊，苏东坡的苏堤，为了纪念苏东坡，我们在苏堤的北口码头上船，然后在南面下船，啊，南面下船。请问一下，清明上河图跟这没有关系。嗯，它反映的是街景，是宋朝时是那个街景。对，它主要是北宋的都城开封。局部的在种植荷花，有没有看到？啊，现在荷叶还没有败掉。啊，那么像今年啊，杭州西湖上第一朵荷花在5月18号早上开的啊。那么，荷花的旺季呢是在六月七月盛开的旺季。好，我们的码头马上就要到了，车子也马上停下来了，让大家带好随身的贵重物品。啊，你们是三个人啊？加多一个嘛，你少一个。那原来我是很哎，要谁找我？有谁？那个你带了谁啊？
好，来各位来，我们一点一点往前走了，来这边。天哪，这个台风可以把它连着把它请来我们这边，这样。对呀，我就想买金的，那我们应该去选一选，选一选，然后是那滴就是苏滴啊，这里有一个牌苏滴啊，苏滴，苏滴，大家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活动一下啊，怎么去搞广场啊？好，谢谢。上船小心，好，好，雷教官。你们哪里放的？我只说我们小，还有小地方。在这儿。你不要你妈了，那么长大了。有了。好，坐下来。好，你怎么躺啊？哎，你坐这哈，坐在妈妈旁边。啊，你坐在妈妈。今天终于达成愿望。好，我们的话又是今年又来喜出又望。哎呀，80岁了，终于的。达成我的心愿。对，人家都不相信哦。哎哈，啊，都是这么年轻，对，人家都这么年轻都不相信。不相信。身体又这么好，对，太美了。我们蛋爷也像雷妈妈这么健康，这么美丽哈。是啊。因为人家都是观世音，观世音菩萨保佑，试试我能够又来一趟，希望明年后年再来。好。但愿谈年如水，岁岁有余。对，啊，谢谢。这个板凳已经是乘坐游船游览西湖的过程中呢，这边我们有2点游船的注意事项，先提醒各位。首先呢，因为我们这个船是木质结构的，所以乘坐游船过程当中，船舱内是不能够吸烟的。那如果有游客想吸烟的话，可以到我们后面的甲板去。而船只在向前行驶的过程当中，前甲板游客也是不能够上去的。那因为我们站到前方，会将驾驶员该船的视线给挡住，那么这样对各位来说呢，会比较的危险了。而我们游船的2点注意事项说完了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西湖当中的美景了。那这个位置我们先来看的是在各位的左前方处，那左前方你看过去这里有一个桥，它叫做西林桥。南齐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歌妓叫做苏小小，她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个西林桥上面发生的。苏小小当时呢是清流的歌妓，可是出淤泥而不染，不仅长得漂亮，而且高头大马。两个人在桥上相见，一见钟情之后，很快就情定于西湖了。可是呢，好景不长啊，这个书相差非常的遥远，而阮玉的父亲呢，也因此反对这门婚事，一分家书将他的儿子骗回到京城，之后将他软禁起来。而苏小小在这个桥上一直苦苦等待，等了3年，最终情郎也没有归来，他便得了相思病，死在了西湖边。死的时候呢，留下了最后的一个心愿，他说：“身在这里包，那么这个黄色宫旗的小圆包就是苏小小的墓了。”
那么这个亭子呢，也是以前受过苏小小恩惠的一个书生叫做包仁为他所修建的。啊，那么包仁呢以前很穷，可是有才华，打算进京赶考。和苏小小认识了以后呢，苏小小就将自己的积蓄捐给他，资助他进京。而这个包仁的确非常有才华，一考得中状元，中举之后回来报恩，啊，又将自己的恩人的最后一个心愿给完成了，把他的墓迁回到这里。啊，那么并且呢，在他的坟头上面修了一个亭子，用来遮风挡雨，取名叫做木材亭。那么当年取这一个名字的意思，也是指敬慕仰慕苏小小的才华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各位在随着我手指方向看过去，左后方处那里有看到有一个灰白色的牌坊。啊，我手指的方向你看过去，有个灰白色的牌坊。那边手指方向你有看到，那边地下面有种那个花，黄的、红的，那个花的后面有一个灰白色的牌坊。啊，那个牌坊呢，就是打虎英雄武松的墓碑了。在哪里？在哪里啊？那边。穿白裤的走那个荷叶的后面，你有没有看到有黄的、红的地上面有种那个一排花？现在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了。在那个地方，柳树后面有一个灰白色的牌坊。那几棵柳树那块。对。啊，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左手边，你有看到地势比较低矮的一片山丘啊，这个叫做孤山，以前呢是皇帝下江南时候的行宫所在之处。那么皇帝以前喜欢称自己叫孤家寡人啊，所以他住的山就跟他一个姓，姓孤了。名字虽然叫孤山，但其实山上人文景点非常的多。我们来看左前方处啊，有一个白色墙、黑色瓦、比较低矮一点的墙院落，这个叫做西林印社。啊，左前方处你看到这个大巴的后面这个白色墙黑色瓦的叫做西林印社，它是我们杭州这里研究金石篆刻印章和印学最重要的一个民间的学术性的团体了。啊，我们知道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即将要召开了，那么这个北京奥运会召开的时候，它有一个印章，是一个北京的金字刻成一个人的形状，而那个印章就是在左手边你看到的这个西林印社里面刻出来的。104年的成立历史中，招收的书画成员只有300多个，所以它的门槛也是相当的高了。那么再来看到西林印社隔壁啊，红颜色两层楼高飞檐翘角的仿古建筑，就是杭州最著名的餐馆楼外楼啊，159年的历史了。那么当地老百姓说，楼外楼里面吃饭有3个一流，分别说在这里吃饭是环境一流、服务一流，那么最后一个说在这里吃饭价格也会很一流。啊，楼外楼这里我们吃一道杭州菜啊，杭州名菜品尝的平均的价格大致都要在人民币100元以上了，所以当地老百姓也称它是百元菜馆。用餐的价格是比较的高啊，但这里吃饭呢是环境好、名气大、非一流选餐饮地方，所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游客慕名前去品尝佳肴和美味。旅游旺季的时候啊，你们如果提前2个星期来的话啊，我们要到这个楼外楼里面去吃饭的话，导游必须提前1到2个星期来预定位置啊，要不然的话临时想吃，工作人员不可能会有空来接待，旅游生意是相当好了。那么我们再回头去看一看楼外楼的后面啊，可以看到有个房子比它高一点，白色边的屋顶，青色的瓦，黄色的墙，这个房子叫做青白山居，当时里面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来杭州对面阅时候住过的别墅。啊，那么现在这个青白山居呢已经归国家所有了，里面是藏有清代纪晓岚曾经主编的一部四库全书其中的一部分啊，现在就藏在这个青白山居里面。那么孤山当中的人文景点看过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杭州西湖当中的三座人工淤泥堆成的小岛，它们分别是阮公墩、湖心亭和小瀛洲岛。那么先来看呢是在各位的前方处啊，前方处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小岛，它叫做阮公墩岛，建于公元1800年，是浙江清代的巡抚阮元用西湖水下面的淤泥堆建而成的。整个岛呢占地面积不大，年纪也不大，但是呢在200多年不断的有游客上了游玩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现在它有下沉的迹象了，所以已经是不断游客
来开放了。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处的这个小岛啊，它长得比较外面一点的树，树枝树干全都是浸泡在了西湖的湖水当中了。那么这个角度看过去，整一个岛岛平面和西湖的水平面也几乎是快要持平了啊。因为现在下沉的比较的快，所以已经是不对游客开放了。这里呢都在进行维修和巩固的工作。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啊，这个岛还没有那么严重的下沉，我们呢会在每年夏季的夜晚将这个岛屿开放，并且呢在岛上面进行一个抛绣球招亲的仿古夜游活动。他说当时岛上岛主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夏天会在这里抛绣球招亲。啊，以前呢到了这个岛上面去抢抱过绣球的男生，不仅能和那个小姐入洞房喝交杯酒，而洞房出来了以后呢，小姐还会送他一个礼物来留作纪念了。但是呢这个洞房的时间是严格受到控制的，啊，这个男生前门进后门出，时间加加不会超过5分钟了。那么5分钟的时间到了以后呢，小姐就把他从后门赶出来了，啊，然后委托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把杭州当地产的非常锋利的叫做张小泉的剪刀一把，啊，送给他剪断情丝而已啊，告诉这个男生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情谊就一刀了断了。那么因为现在啊这个岛下沉的比较的快啊，你也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这一个软锅墩岛，整个岛啊看上去都是郁郁葱葱的，上面你只能看到这个花草树木，特别大的建筑都看不到啊。早些年的时候沉得太快，那么园林部门呢将岛上原来这个比较大的建筑全都拆掉了，来减少这个岛的重量啊，避免它再继续很快的下沉。那么这里我们再来看左前方处啊，左前方处这里有一个小岛，它叫做湖心亭岛，位置呢是在整一个西湖的湖中心。看过去岛上面你能够发现有个比较大的红色的琉璃瓦的屋顶，这个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湖心亭啊。那么在这个亭子的下面呢，有一块碑是以前乾隆皇帝写的，叫做崇二碑啊，虫字的虫，昆虫的虫，上面都一撇，一二三四的二。那么这两个字皇帝写下来，为的是要赞美对岸岛上面的景致叫风月无边。为什么说这两个字代表风月无边呢？我们想一下这个风和月的繁体字是怎么写的啊，一阵风的风，对，外面是一个几字框，里面有一个虫，上面都一撇，而月亮的月外面那个框框拿掉了以后，剩下的就是一二三四的二，所以这两个字就是风月，去掉边框以后剩下的也就是风月无边了。啊，那么当时呢，乾隆皇帝写了两个字以后，身边有一个臣子叫做纪晓岚，反应很快，要把这个谜题给解破了。那么皇帝觉得他有才华，将他封作才子，把碑留在了左手边我们看到的湖心亭岛上面了。那么在整个中国啊，这样子的崇二碑总共有两块，一块呢在对面这个岛上面，还有一块在泰山的顶上啊，也是由乾隆皇帝来写的。那么两个小岛看过了，我们再来看右手边啊，右手边你有看到一条长堤，这条堤叫做苏堤。啊，苏堤呢是苏东坡所修建的，当时他第二次到杭州来做官啊，发布民工疏浚西湖，将这个西湖水下淤泥挖出来堆成了长堤。这一条的苏堤有2.8公里长，春天的时候这个堤岸上的景致最漂亮，因为整一条苏堤之中种的都是桃树和柳树。那么春天的季节呢，堤岸之中的桃树开花，柳树发芽，整一条苏堤都是桃红柳绿的一片，非常的迷人了。而当地的老百姓说苏堤是情人堤，那因为这里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都很喜欢牵手在苏堤当中走一走。而我们这里有一个风俗习惯流传着，啊，说是有情人只要是一同牵手走过了这一条2.8公里的苏堤以后，啊，他们两个人白头到老的几率也会在99.9%了。啊，那么当然了，这个也是杭州当地老百姓对外来游客走过苏堤有情人的一个祝愿了。那么说到了这条情人堤呢，我们要来讲一讲以前在杭州这里发生过的爱情故事。啊，杭州这里被誉为是一个爱情之都，那么爱情故事很多，可是在众多的故事里面啊，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应该说就是白娘子和许仙了。啊，刚才有位游客说前面这个是雷峰塔，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面的雷峰塔它是2000年的时候重新修建成的，所以我们称它是新雷峰塔。
啊，这个新的雷峰塔呢，7层72米，那么它5层是新建的，2层是旧的遗址，可是它造价很高了。而新的雷峰塔用掉的是1.5亿的人民币。为什么会那么贵？我们可以看看前面这个新的雷峰塔，你会发现这个雷峰塔塔尖啊，这一段细细长长的部分非常的漂亮，金光闪闪。啊，因为这个新的雷峰塔的塔顶塔尖部分用掉的是400两的黄金。那么在这个金顶下面5层的塔身，它也全部都是用纯铜来铸造的，里面还有3部的观光电梯可以供游客来上下，所以这个现代化的佛塔造价非常的高了。那么老的雷峰塔呢，其实在1924年的时候就已经倒掉了。而当年这个雷峰塔刚倒的时候，老百姓都说因为白娘子的缘故，所以雷峰塔才会倒的。因为传说当中啊，法海把白娘子压到了雷峰塔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要不然的话白娘子不能够出来。可是我们看过电视剧啊，说最后两个人还是团聚在一起了，所以老百姓都说因为白娘子出来了，所以雷峰塔才会倒。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娘子和许仙是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历史上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么真正雷峰塔倒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数百年立在了西湖边，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已经使得老的塔身风化掉了。1924年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有强台风吹过来，所以呢就将那个老化的雷峰塔给吹倒了。那么雷峰塔最早的时候呢，是建于吴越时期啊，这里有一个国王，他叫做钱弘处，50岁之前这个国王都没有生过儿子，那么很担心国家没有人来继承，一直到了50岁以后，他有一个妃子姓黄啊，给他生了一个小太子，国王当然很开心了，国家后继有人，为了纪念这个女人伟大的功德，就在西湖边为她修了一个塔，叫做黄飞塔啊，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么这个黄飞塔呢，是立在西照山的雷峰岗上面，所以后人就把这个塔的名字又改造成了雷峰塔。那么过了几百年，这里流传着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所以后人呢就把这个故事和这个塔联想在了一起了。好，那么雷峰塔的故事呢，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先来看左手边有一个岛，离我们非常的近，这个叫做小瀛洲岛，也叫做三潭印月岛，西湖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人工岛屿啊，有7万平方米。如果我们从空中往下看的话，岛的形状好像是中国汉字里面的一个田字形，因为它是岛中有湖，湖中有岛，岛里面有一块是西湖的水面，水面中有两个桥，打成十字状来分布，将岛中水域划分成了平均四块，所以空中看的时候形状成了一个田字形。那么在这个岛的南岸，我们船绕过去以后啊，即将会看到的是杭州西湖的标志性的景点，是3个石头做的像葫芦一样的潭，叫做三潭印月。那么三潭印呢，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带着走啊，如果你身边有这个1块钱的绿色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这个新版的1元钱绿色纸币的背后面就是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了，摆在1块钱的绿颜色纸币人民币的背后面。那么在前方处啊，我们即将可以看到三潭印月了。其实最早的时候，3个石潭是苏东坡所修建的。那以前苏东坡建了3个潭，他是为了要提醒和告诫西湖周围的人，说那里是西湖水位最深处。船只行人看到了三个潭，就看到了3个警示性的标志，要注意安全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处有2个潭啊，在我们左手边左前方处这里有2个潭，非常清晰的，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应该是3个都可以看得到了啊，等这个船开过以后，3个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形状好像是葫芦一样，那么3个潭呢呈等边三角形状分布，每一边的边距大约是62米。那么现在这3个潭啊，我们用它来观赏月亮，中秋节的晚上在这里透过3个石潭，我们能够看到的月亮将会有38个。
那么怎么去看这些月亮啊？我们来看左手边这个坛的形状，在中间它是一个圆球体啊，这个圆球体是空心的。眼睛好的游客看过去，圆球体上面还有一个一个小的圆孔洞。那么在8月15那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空心的圆球体的中间点上一根蜡烛，再用非常薄的桃花纸把每一个洞的洞口处给蒙上了。啊，那么这个桃花纸呢是透光不透风的。那么晚上的时候，烛光倒透往外透出来，远远的看一个洞好像是一个月亮。那么每一个坛身上面有五个这样子的小圆孔洞，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五轮明月。用到的时候里面它有倒影，那就是10个，三个坛就是30个。那么天上有一个真的月亮，万一在水里面有一个真的倒影，所以我们看到月亮的个数是32个。那么中国月亮看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在杭州西湖的三坛明月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龙凤塔呢在我们前方处啊，三坛明月在我们的左手边，就离得比较的近。而我们的游船呢，等一下在这里位置调整一下啊，在这边停几分钟时间，供各位游客拍照片。那么船只停下来以后呢，前后的两处甲板都可以上去拍，但是到我们游船前甲板拍照的时候，安全要注意啊！前面上去游客人数不要太多，一次性6个人左右，啊，人上去太多，我们这个重心不平衡会有危险，而且你上去多了根本就拍不到景啊，只能拍到你身边的游客。那么我们上去拍照片的时候看到了啊，前甲板这里有个门，门上面不要坐不要靠，这里我们西湖水位最深啊，你坐下去靠下去就非常危险了。那我们这里的准备工作先做一下啊，船位置调整到了最佳的角度停下来，我们再有秩序的到前后甲板去拍照片了。风景塔，好多风景，下边是红通新的那个新的那个唐飞，上边是风景。哦，你看那个闪亮亮的，是黄金哎，黄金哎，黄金下边是红通。赵雷妈妈正好，雷妈妈在这边。真是太美了，太美了，谢谢。对，黄金塔上面是黄金，下边是黄铜。哎呀，快点，快来照，快来照，快去照吧，快去照吧，快你们到甲板去照吧。妈妈照的正好。啊，这好，谢谢。啊，那是黄金塔，你看那个红的吗？上面是黄金照的照的，现照的。好，我来给你借个位置，你坐这边来，我们两个人照。好，哎，照得到没有？黄金。照得到了没有？可以。可不可以？可以。照到黄金了吗？有。来。来来来，笑一下，笑一下，过来这个镜头，这个镜头最好。对呀。哪个？这样看。哎，等一下，能不能坐这个？借用一下，借用一下，借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找到。旁边是黄金小姐姐，马上过来了，马上过来了，马上过来。去接我，就把这个挂了，然后你摆了。最近的整个黄金的要求，等一下，对，白亮，白亮，嗨，哦，人变好大哈，来来。人大点才好啊！对啊，够了够了，再有照光，照完就照了。对呀，那个带到塔，要很多吗？来，我来，护点杆进去，帮你照，摄影。雷峰塔这个地方，对呀，你站的好还比较好的。对呀，你找那前明咋的找？好。他全都掉来了。好好好。你出边的话到最后面去抽吧，站在前面的话，他们游客上去拍照。三，这样合适。好，你就前头的镜头，镜头，哎，前后，前后，前后，哪里呀？没有前尾，这个大，那个一，三，谢谢，好，谢谢，好，好，快点，你蹲下来看，要不要蹲下来？可以，差不多，你站着。对啊，在那里。等一下，嗨，嗨。你遮住嘴巴了，下来。这样放旁边，放旁边。旁边，哎，对的，好好。好。1、2、3。好。好。快点，快点，茄子出来。好。谢谢各位，下一位还有谁没照？甘佩
搞了鸳鸯，这一家人搞了几世的鸳鸯了。哎，叫到了，叫到了没？小妹奴，小妹奴，哇，好美！小妹奴，小妹奴来了，现在照给你看喽，小妹奴。这一对鸳鸯十三世啊！十三世啊！啊！感恩感恩呀！谁要出来见见我婆婆？谢。可以，帮你们照个床。我们回来再吃。我们开房哈，第一张开房之前回来。好，好，谢谢。拍过了照片，照片拍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船直到一个头继续的向前方行驶。那么很快呢，我们的游，那么大概再过三四分钟左右啊，我们的船呢就将停靠到前方的终点站花港观音码头了。等下等船停稳靠岸的之后，再继续的上岸。而上岸前的随身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呢，不要忘记检查一下，不要遗忘在我们船舱内了。海上脚下划过西湖水，家门的一个，来，这个是家门的一个兄弟，啊，你也姓啊，哎，这是我的老师儿子。白色凉凉，法海，发脾气了吧？你们俩
两个要手牵牵在这里好喝，他比较走在前面，好不好？好了，好了，好了，不想走了。哎，白色两个跟着我们呢。哎，好来，我往这边走好。感冒是你脸傻的。来，往后滚，往那走。来，我们往前走。别讲，别讲，别讲。四川三哥，不然四川三哥。看得到，看得到，看到吗？